必须假装爱错，别让时间逗留，我怕说不出口。原谅我没有解释太多心痛，别无所求彻底忘了我，爱原来要舍得。你唱歌跟你演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。刚哎，他这样眼眶有点微湿哎。永兔也是啊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你谁要原谅啊？你好了，永兔刚刚跟你表演的时候互动算不错了，谢谢永兔，谢谢。萧敬腾当起客服人员，竟然是这种态度。最近你知道，我买了一张萧敬腾唱片，觉得不是我很喜欢的，我可以退个退款吗？没办法，可是我就觉得我就是想退。不可能。我说可能，我说可能就可能，我就是不喜欢呗。到底萧敬腾犯了什么样客服人员的大忌呢？什么人有问题来？就是萧敬腾老师，就是之前看在电视上面，就是为了慈善募款。就是你平常很少话，但你也瞬间变得好像很会讲话。那可不可以请你示范一下如何当一个客服人员，就是要面对就是 OK 的那些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出列啊，我出来一下。你知道客服很重要，客服他就是要维护公司的利益啊，即便被人家侮辱、被人家践踏或批评谩骂，你都要很客气。好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准备哦，电话准备。谢谢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华娜。哦，是华娜客服人员吗？是的。哦，最近你知道，我买了一张萧敬腾唱片，觉得不是我很喜欢的，我可以退款吗？退款啊？对啊。恐怕没办法。没办法。对。可是我就觉得我就是想退啊。为什么呢？就觉得唱的个人不是很爱啦。不可能啊。我说可能，我说可能就可能，我就是不喜欢呗。不可能啊，你可能听错歌了。听错歌。这个时候不可能，那你要是好一下讲，那他哪边需要改进呢？你就是要用那种方式去引导他。好，随便随便接 action。就我要退款，你原谅我，实在不喜欢呢。那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哎，这不错哦，柔性的。那可是好，就算那很好听，可是那个啊 ，CD 的封面也被折到了，我可以退吧？折到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那怎么办？我倒霉哦。我会想办法。那你现在跟我讲。插播进来，铃声，铃声。你要说先等一下哦，插播。你等一下有插播。喂，你好，华娜。喂，请问是华娜吗？是的，请问一下，买你的唱片可以免费看电影吗？买萧敬腾的唱片，爸爸妈妈会很开心，就会请你去看电影。请问一下，你可以帮我跟萧敬腾先生转告一件事吗？你说。你跟他讲哦，他下次真的可以穿黑蜘蛛的造型出现吗？收到了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最后我自己个人的请求，因为问题问完。站在你左边的这位，你对他熟悉吗？熟啊。熟。漂不漂亮？常看到他。漂亮，可爱。他的歌声的部分，你知道是不错的吗？很棒。今天他有机会可以，可以，哪一首歌曲？一眼瞬间。好。音乐之间，掌声欢迎萧敬腾、龙家带来的一眼瞬间。
两个人可以先互看一下。白茫茫的星光洒在长长路上，想念的冰凉，你知道吗？你浅浅的微笑，深似海的眼光，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。你相信我，只是这次我们放弃抵抗，哪怕拥抱在身上画下深深的伤，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，哪怕是最后画面，我的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，谁都不敢离太远。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，足够我熬过千年，我不后悔，而若让末日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点。好不好听？好，他当的怎么样？不错哎，你帮我们选一位今天表现最好的 MVP， 好吧？你要再看一下吗？表现最好的。有神秘的礼物，谁？我不要掉，不要掉。你要选荣嘉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没有。你有点喜欢他。不要掉。你要干嘛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没有。好，你确定是选的这个 MVP 有一个奖品？他选的是刘荣嘉。咒骂。现在美眉们在咒骂，为什么选他？是不是有了？你是心里不？对，还好啦，荣嘉姐姐唱歌好听的。今天有没有吓到荣嘉姐姐？有，超好听的。真的，自己评她歌艺怎么样？我觉得她唱的真的很好，真的。因为萧敬腾这次发片也是华人啊音乐圈很期待的一件事情，大家都问你为什么还不出片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有跟你一起唱歌的人好像每个都出了，但自己要不要再次强调一下专辑？好，我的专辑在6月16号正式发行。萧敬腾先生他的这个音乐来讲的话，确实你可以听到他很诚恳的想要告诉他，好像他这样出身啊，像他这样本来是平凡到现在陆续要走到超级巨星那个地位的时候，他这个歌声呢确实可以给年轻人很多启发。那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愿意唱歌吗？当然愿意，当然愿意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等你哦。谢谢萧敬腾，同学们，我们下课啦。